我叫郑书毅，财经界的记者。我已经规划了一个专题。石总甚少出现在公众面前。石燕，27岁，凌云云创 CEO， 还是很优秀的。实验的首次独家专访，另辟蹊径，搞定他。英俊潇洒，龙章凤姿，是有点迷人呢。套路还挺深。如果套路到你，实在抱歉，我是故意的。离我的目标又近了一步。我看到你就心花怒放，欣喜若狂，兴高采烈。郑书毅，收敛一点。我是真的喜欢你，他对我越好，我就越觉得不安。实验，我好像真的逃不掉了。